为了推广花坛乡在地特色产业甲农特产品，花坛乡农会甲花坛乡公所配合伫百里花坛梦想馆举办2023世界百里盛典甲花坛竹笋节夏日收笋活动。活动内容相当精彩，同时嘛优化品种甲农产之间的距离，邀请大家伫咧休热期间坐坐来花坛品茉莉，食拄啊好就是的竹笋。花坛幼稚园小朋友精彩表演为活动开场。由花坛乡农会甲花坛乡公所联合举办的2023世界百里盛典甲花坛竹笋节夏日收笋行销活动，配合伫百里花坛梦想馆登场。现场有品牌力、食竹笋、社区节、食美食、游园区、亲子 DIY 等等精彩活动。活动又近了民众甲农产之间的距离，也有真侪中华优先农产品会当来买。来，这个哦，这个爱下家。今日是咱办理花笋节的七个活动吼，两大的七个主题吼。第一个主题就是咱的茉莉世界盛典啊，另外一个主题是咱的竹笋笋啊节啦吼，夏日收笋的这个活动。为了就是要来提供咱花坛乡两大的这个农产啦吼，茉莉花加笋啊。咱为15年前吼，每一年都来伫个夏天这个季节吼，来办理着茉莉花季的这个活动吼啊。为着就是要甲咱花坛茉莉小镇吼，这个名声吼，这个称号诶，当推广出去，因为茉莉花坛这个品牌的呐咱农产的一个名，咱希望借着茉莉花吼啊来带动将来其他的这个农产，所以每一年吼才会来办理茉莉花季的这个活动，啊欢迎咱大家伫每年。七月的第二个拜六，吼、哦，拢会当来咱花坛来佚佗，来欣赏着咱的茉莉花，食着咱的竹笋。这个花坛乡公所嘛，同时配合举办2023花坛竹笋节夏日收笋的活动，现场有亲子 DIY 游戏闯关，只要你敢，笋仔会当全部抱转去。今年的活动真正精彩，搁兼丰富啦吼，唔啊讲咱秘鲁的在咧比赛，啊搁兼大胃王比赛，啊搁有咱的这个台湾的薯条用笋啊落去做的，吼真侪咱和笋啊花的关系一个食材，啊是讲七桃米啊，伫个今仔日拢互咱全部的这个观众会当来遮来品尝，来遮佚佗，啊互人知影咱花坛农产品，吼即摆咱所推广的就是茉莉花，啊甲咱笋啊，互人知影咱花坛这农产品的美丽。啊，加工伊的这个品质，吼，啊，希望着大家咱的观众朋友会记得讲，咱每一年七月差不多开始休热了，就是咱农会甲公所做伙要来推广着咱的茉莉花甲笋啊，啊，会欢迎大家会当来用来咱花坛来遮佚佗，啊，食咱的农产品。咱茉莉花，吼，所有的产品，吼，由着咱总干事甲着咱农会团队，吼，一直甲打响这个知名度啦，吼，员工吼。都无简单嘞，咱有法度安尼几百种一个茉莉花，我都用几百种的产品哦，真正无简单哦。所以讲，伫只吼啊，阮陪嘛感谢咱所有乡亲哦，支持咱在地的农产品，咱在地的一寡农业班嘞。今仔日吼，咱会定办茉莉花节吼，啊，甲咱的孙仔节吼，啊，大家年前年来拢是要来看咱办了有模有样无，但是吼。一棒尖一棒，棒棒做强棒啦吼，一定是办了袂歹啦。啊嘛，但是办了真实在啦吼，啊欢迎大家吼来花坛吼来品尝啦吼，啊会使讲来买也好啦，食嘛好啦，啊尽量来遮消费，感谢大家。王馆长表示，花坛是百里花故乡，花坛农会表现相当杰出，因将原来无啥物价值的百里花，不断创新甲转化，做成真济产品，让农民的收益会当增加。花坛有名就是咱的茉莉花，甲咱的竹笋哦。那竹笋呢，会使讲嘛，咱占中华县内底啊，将近要三分之一以上。
啊，咱的茉莉花更唔免讲，是咱全国上大的产地。那伫咱的这个公所甲咱的农会啊，足用心伫咱们遐做推广。那包括咱即届日本东京食品展去到啊日本，咱即卖呢茉莉花茶已经会使到日本的阪急百货公司伫咧做相关的一个行销。那孙爱部分咱农仔，伊呢先这个高纤。而且呢，这个卡路里低，所以足适合吼爱减肥的，还是讲吼这个啊便秘的人吼来使用我们的笋子。而且呢，伫这个啊时间来吃这个凉笋啊，效果也搁较好哈。啊，直接感谢咱的这个农会，咱的这个工作，足用心替咱的这个啊农民伫遐啊做行销。我没有看过一个总干事这么亲力亲为，他不只是把花坛乡农会的绩效做得非常好，他甚至让茉莉花跟我们的茉莉花茶、茉莉花咖啡、茉莉花啤酒全部的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整个农业跟加工的结合，可以让我们的整个产业大力的发展。那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结合这些的加工产业，各位可以看到花坛乡农会的梦想馆也因为它而成立，因为碧琪总干事而让整个花坛的所有茉莉花的品项，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不是给那个碧琪总干事正在握手的顾碧琪总干事跟陈理事长一个掌声，让花坛乡农会做到全国全世界有名。今天特别来跟咱花坛乡，咱的顾乡长以及咱的顾碧琪总干事对着咱。不管是在农业上面，他多啊，阿伯来到家进前，我去市场吃一碗油肉面线，我感觉市场嘛管理甲足好势。我相信对着咱地方，咱一定爱为中央地方共同来努力，好不好？好。花坛乡种茉莉花面积大约25公顷，是全国上多。市面上茉莉花的产品原料拢是来自花坛。花坛过去阁开始全台三大特笋产地之一，目前占地面积大约122公顷。当年五二节进前到中秋节前后，笋仔产季，欢迎大家多多来买，食在地，享当季，支持农民嘛，让身体阁较健康。新竹华新闻北边林花坛彩虹报道。